跟着两位大叔。鸡哥，鸡哥。四人小团出发，陪我复健。出发。对呀、啊，他录。今天是第四次复健期，今天要拉长一点点距离。对，今天要到复兴空间。好，赶快入境一下。哇！断给我管了！我会下来，被呛了，断给我管。我刚才骑很易摔车，裂开吗？裂了，摔的有点大力。这边就是我断坐管的位置，我要用牵的，成功。都是北宫在这边断坐管。久没车，都快忘记农民会跑场。牵新车的康康，帅。看过，我们要怎么到？怎么大直播？天哪！我也不知道，我说到底也不知道哎。然后你就看亨利，对呀、啊，亨利说：“走河边。”你是不会是吧？会有渔船吗？因为师傅会迷路，对不对？那徒弟当然一定要迷路啊！因为我在板桥，就已经预知要跟上你的课了。我在板桥开始迷路，这一切都是命运啊！命运遗传到师傅啊！那我可以有310的一半的实力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是亲近310的实力，太好了。真的是好久没骑新兵了。哎，昨天预告片上了。哦。主角有什么感想吗？哇，好感动哦。期待正片。挣扎有点丑。很帅，很帅，很帅，帅。请期待正片。好。好，那你回去小心。拜拜。OK， 拜。康康回去上课了。要到复兴空图啦，超久的，上次跟台湾队长洗完之后就没再洗过。看，应该还有个7公里吧。这速度还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很舒服啊。真的哈、哦？对啊。会不会太慢？你会不会一直想喷出去？不会了，真的哈、哦，跟你平常骑车差很多哈、哦，差很多，没有这样骑过吧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一二三。对，加入百万今天我就有扣档。对啊，我们要三个人。哎，对耶。对啊，随便约都有扣档。哎，好像可以耶。结果很不一样。结果不一样。毕竟我们百万陆续有两三个。在退团，再缴5000哦，不是500哦。Dying to tell you how I feel before you go。复兴空图到了。对的，对，他怎么了？洗碗了。对，洗碗了。我想起来，大哥没有暖到身，没有暖到身，就洗碗。出发回程，就现在开始大太阳，但听说会有午后雷阵雨，赶快回家。金鱼哥，这是中央山脉的衣服吗？是啊。你是骑完中央山脉的男人？就缴了钱，一定有衣服啊！耶、yeah ！好，肯定也有去骑，太棒了！我上车我教，哈哈哈哈哈！今天上车几天？
不好说。对对，能上车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轻易。陈立很贴心，前面破风。太久没骑那么长，腿已经开始酸了。慢慢练，开始跳舞了。爬爬爬，快回巴黎了，回来了。就现在这边出大太阳。Guess it's a dream, 'cause baby I'm still. 来，刚下完。我们好幸运哦，我们很幸运呢。没有淋到雨，哇，俊哥，你变小白，小白变小灰了，没办法，再送保养，再送保养，再送一次保养。好险，我们两个都是，我们都灰，我本来就灰的，我没有，我很惨。每次从西边回来就会这样，都灰灰的。西边的大卡车真的太多了。小心骑，拜拜。回去小心，拜拜。不要再搭车啦，不会不会，搭车，谁搭车？故意不戴，谁？故意不戴口罩，让你搭。我多戴一个，我也有多戴。被抓包。好了，回去。Go。OK， 回到台北啦。今天复健日记，今天骑了，看一下，今天骑了94公里。哇哦，超难得，不知不觉骑了那么多。然后今天脚的状况依然很棒，就大概50公里之后脚会开始酸，然后没有力。对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我知道，就是多练习咯。然后看天气，然后看天气。对，刚才出大太阳，现在又怕下雨，我要赶回家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